晨晨换，婷婷换哥哥玩好不好？110，快110了。好，换婷婷看一下你多少。来，你帮我看，哦，快95哦。95了啦。哦，你115，哦，你110，我看一下，你再过去看。好，你110，95。95。对啊。要打什么疫苗？流感疫苗。为什么要打流感？那才不会感冒啊。哦，你看。是我刚这样子就跌倒了。对啊，你怎么那么容易跌倒？有痛痛吗？好痛啊。好痛啊，你好勇敢哎。